狗了，让你动了呗。好冷哦，刚才冷风飕飕的，人都没得一个。你冷不冷？你不穿件长袖出来。你穿了就是了噻，我穿啥子？我想走到前面去看袜子，我去买两双袜子。怎么了？天气我赶不到了。怎么？我想我戴帽子稍丑啊，我从来没有戴过帽子，我的脸型不适合。戴啥子帽子？好不好看？真的真的。穿汗巾。好不好看？和我的衣裳还多大。我感觉显得我脑壳大。颜色都一样。好乖呀、我把两双袜子，你要不要袜子？那个杯子，我不要袜子。我不要杯子。这个杯子、那个好乖，那个乖些。这个啊。买一个。不要不要，有杯子。买什么了？只是觉得它也乖而已，不要。放着吧。好吧。来，帮我把那个杯子来装一下。好，谢谢哈。嘿，你没看到我啊？没有，我在看我妈，我发消息。买啥子？杯子。就是刚才杯子给你买了。我是说不要吗？买了就是。这不在逛其他的吗？什么？走，我们再看点衣服不？怎么看这件衣裳？走嘛，看一下。哎，我感觉现在长胖了，我都没啥子好看的穿得起的衣服了。没有啊，都一样的。走，我们去坐哈嘛。那落雨淅淅的，嘎。突然间问了，短时间你又回去不到，有啥子需要的，买一些东西给我讲啊。我说随时会陪你出来。要得，我觉得好麻烦，叔叔阿姨哦。本来那个时候就封了会回去啊，结果我们那边回去。今天我问到起他们又说肯定反正就比较麻烦嘛，只有看个人现在看了。很巴不得的这里，他一天开心得很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不要说了，我就更开心了，巴不得天天在这里。我看一下那个杯子，好乖哟、我现在看到都很乖，你后头又是进去把它买了啊？我是说看到，我当时在回我妈消息，我也没看到咋去了，我觉得我肯定都不好意思背出去的，看。像小朋友一样，那都是个小朋友啊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小朋友。那我妹妹一样都喜欢那种鸭子的那种小玩意儿那种，她也是喜欢那种的。不是跟你妹妹一样，是应该每个女生都喜欢那种小玩意儿吧？然后颜色又鲜艳啦、看到又舒服。哎，刚才说你妹妹啊，她那里好久放假呀？她才开学的，想她放假。还有周末啊，还有那些贵族家那些，她肯定要回来噻。你问她放假干嘛？没有啊，我想到去放假了，可以带她来那里耍哈啊，让我看哈她噻。我想到我都看到你叔叔阿姨了，然后也想看你妹妹噻。而且我觉得你妹妹肯定长得很乖，因为你五官都那么好看，她肯定五官好看，因为她绝对比你瘦。她平时都和爷爷奶奶在老家待，要是哪天一路回去，再跟爷爷奶奶都一起见。我们来耍一个跳一跳嘛，你耍过没得？耍过的对吧？对吧？我弟弟经常耍，我耍输了的，然后画乌龟，来呗。乌龟吗？啊，来噻。好，我去拿笔。来噻，你先跳。你先跳。哦，第一个你会不会来？快来，那我画一画，真画，随便画哈，不要皱眉头，我给你写一个，写一个我的本命年。哎，嘿嘿，该我了。画好看点哈，画哪里？你不画那个？来的，画画画画这里。好，继续继续。哎呀，我都没出去都没笑嘛。我是觉得那个脸对着我好笑。好了。
有点，哎呀，都划不到了。等下我过来划，我去划个乌龟。啊？今天让我。你过来呀，你躲啥子？